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Monster 美高神话。今天我们又来玩斋了啦，小婷。啊？等一下，为什么没有名字？阿顺顺，你没有空格。干嘛？安安。好，然后最后一个思思就够吧。嗨。思思永远就是啊，嗯嘿。嗯 ，E R O U。爽啊！抢灯的哦，人家爽不行吗？可以抢灯吗？我想抢灯哦。你抢灯哦？没有，没想。我那天抢灯真的是没关系，因为之前有白痴在玩抢灯，然后他抢完我的灯以后，他就断线了。你敢包庇吧？有一个笨，之前有一个笨蛋玩抢跟我玩抢灯，然后他抢我的灯以后，他就断线了。可以抽卡嘞，究竟会抽到什么呢？让我们继续看下去。好哦，但是就抽到烂枪。抽卡会抽烂枪哦，别别我。好，没有开玩笑的，你这还蛮厉害的啊，我佩服。我按下去喽，抽啊。好，角色好的。其实你们选什么角色我都看不到，永远都是普通角色。表情。哦，妹子哎，妹子哎。亚琳哦。不是，另外一个。啊，你说我吗？我是用亚琳没错。哦，好像不一样。你们用安娜哦？哎、欸，安娜血很少哎、欸，走开啦！这一只好不好？你看我这只，你有镰刀，你是废物，讨厌。有啊。哎、欸，为什么卡不住了？可以不要再玩了，我想跳哎、欸。我被夹住了。哎、欸，停！阿顺用冷先射，然后再分。等一下会死啊！先让他电梯下好不好？我怕怕的。来啊，快点，不要要吗？用了啊。哎、欸，有一个智障不拿、啊。小婷，小婷，小智障。OK。就是这一只啊。哪一只？你说那个让他们往卡在里面那边哦、喔？对。哦，那个要外挂。哦，那个要跑得比他更快，就用加速器。外挂。就我们在外面，然后。Follow me， 掩护我，我死了。你死了没差，反正你那么会撑。妈的，别靠我！哎、欸，对，我们等一下那个要重打一次、欸，哎。哪个？噩梦工厂。哈哈哈哈哈！我们噩梦工厂失败，还是我们最后再补失败的？要打就来啊！哎、欸，等等，打完一个人，哎、欸，至少两个人打那个机器哦，其他什么机？就是那个机器人，是要有人清过来，就你。看谁要请过来啊！先决定好。感觉伊莎比较好，我比想要哪一只？你说只有穿胸罩跟内裤的吗？嘿，那只狐狸真的很猛。那个叫小狐狸。哈。我跟我朋友都称为他胸大王，因为用他人都笨笨的。真的，我看过就是很笨。哎、欸，走了，哎、欸，小心不走，等下被雷射扫死。你可以卡他。我也很想啊，但是重点是，狗超反的先清过来。考王，凤凰，来。哦，血真好痛哦。我不要了，我血才多100滴。
我们是不是有忘记有一个笨蛋死掉？有，你看错喽。有一个笨蛋死掉了，赶快搓啊！你们赶快搓啊！快点啊！拜托帮忙一下，我快忙。哇！你拿刀去戳他就好了。哦，好贼哦！你打那么快，满等你等一下王冠你就没有那种不死了，你知道吗？不会啊，好像没差。王不会死啊，阿斯那么的强。你哎呦，反正那个恶魔圈那么多，啾啾啾啾啾啾啾，然后就拜拜了。我已经八十级等，我会不会升太快？那我满等，我一百一哦，不打了，我满等了。哎，准备给我一只啊！好，要满等喽。哦，还没。还有升等的余力，这边有个34等的，你们要这样吗？这给你，这只给你，这只给你，我的棒，这只给你。啊，你是，走，我这只啊，十五捡到，好 ，OK， 我不用怕。哎呀，好丑，这是什么东西？死狗！不要啊，我不要下去啊！你一定要下来的，我被卡住了。掉下去了，我跳下来，然后被一个柱子卡住。你会跳这个吗？好吧，我不会。啊！吓！哈哈哈哈哈 ！sexy， 滑过头。为什么不能按啊？啊！你开卡房哦，我不能按啊、欸！老师，哇，不下去了，为什么？我最高等的好笑、哦，键盘卡住，不意外。哦，你有这把哦，我超想要这把的。不能按 R 啦，这什么东东啊，卡房哦。你刚刚不要按啊！不要按啊！哎、欸，你准了就自己拿哦。对啊，怎样？好意思哦。好意思啊。对。为什么感觉我卡？感觉卡了，小婷死了。我爱爱自己。爱小婷，你能按哪吗？我刚按过了，我要等二十几秒。嗨，丑八怪！哎，等等，我卡这个点哦。哎、欸，那把真的打超痛的。来吧，伊卡托斯之献祭。真的，我要一直站在这里。哎、欸，那只蛇真的很贱，硬要用我。因为爱，所以爱。思思，我要你那把。交出来！我没有，为什么是攻击我？不要这样，白痴哦！被咬一口了啊，痛！不要，不要往后退啊！看到我这么绝，这什么功力？一颗圆圆肉球到啊！哎，不要打爆我哈、啊！哪一个天才打爆我？不要攻击我！你不觉得你刚刚有一只保罗吗？他没打到我，所以我不太知道。打那白痴，我不敢打了。真的很好笑哦！哎、欸、靠，三小，你怎么死了？我们跑到水面去啊 ！What？ 我觉得那个王一直叫很烦。哦，我完了，我被保罗包住了。哎、欸，我不知道，哎、欸，这怎么办？我知道我要被炸死了。哎、欸，可爱小手怎么不出来啦、啊？这割他有用吗？你要射他铠甲、啊。
哎，所以准来分一下哦。我就不会踩这个，我不想穿。你就跳中间，然后往上跑，直接跳上去了。靠，又是我！妈嘞！和阿孙中大奖。哦哦，好痛！单休啦！我要死了、欸！我发现我在阶梯根本拿准雷根本不对，应该拿长弓。我后悔拿准雷了。要不然你准雷交给我。那我明天苍穹。我随便、啊。不是字啊。不要！有一个要死，又一个要死，又一个。不要这样，我这么可爱。看到我那么可爱的份上，就不要戳我了。真是因为你可爱才要攻击啊！好，哪里？这个不是？哎、欸啊，那个西波王也在按，先打眼睛。好，按，可以按，可以按，赶紧，赶紧，赶紧。哎、欸，阿顺，你要准来。要是拿去哪里？在哪里？在旁边。来，吐给我。好，然后我买错。上面有希望啊！好啊，那就继续打你，你打你。对的，那么的快。我刚才买错枪。换你买什么枪？我买到那个点棒零会哦。好快哦！放烟火时间就是了。哎呀，我觉得十个人要十个人放才精彩，不是吗？可是重点是钱没那么多啊。要有两，要三个，里面要三个有就可以。是我来找你了。最后是谁秒王的？不是我。试试吗？不是小婷，应该是小婷，因为按十一破了，我有那个东西。小婷是你对不对？哎、欸，这一张好笑，这一张我从来没有打完。哪一张？哦，血魔神只有猎魂。猎魂。开谁门？好吧，那只能用准雷打他了。飞片啊！准雷会比较好。我要写功课。我要再把镰刀枪转转乐，呵呵。不要再写功课啦！你不要在那装死啊！哈，再写的话，我们所有人全都要死翘翘了。那很好啊。又在说。哎、欸，阿顺，你知道吗？怎样？有一次，我不是去日本啊。哎呀，你不是早就去玩了？